欢迎来到九九三趣闻九零之有专业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大家好，我是苏丽珍。然后那个大家喜欢看跳舞的，记得把屏幕左边这个五星我这个预约给勾一勾。等我半天了，真的假的？然后那个还有喜欢我的，把屏幕电脑用户记得点一下屏幕的那个直播室通知，然后帮我点点心打打卡。然后那个手机用户记得点我名字旁边那个加号带加号的心啊。然后给大家跳第一支舞，好吧？你给你们跳个风月吧，就放的这首。不灵不灵的，我的眼睛不灵不灵的吗？谢谢你们的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的礼物啊！然后帮我点点心，我的心现在300多颗，咱们哥哥们加油好不好？Thank you.
我是不是有点卡？我是不是有点卡？卡的比较炸裂，又开始出价了，你们辛苦了，各位大宝贝们。今天的网有点不太稳定，现在呢，贼卡，现在卡了吗？贼卡。现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然后我的家乡是哪里？我是山东人。然后大家有没有我的山东老乡？咱们就扣个一好吗？开始我的表演。等一下我就让我缓一缓。然后大家帮我选一下第二支舞吧，先帮我选第二支舞。听不见我说话吗？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可不可以？给我个眼神儿。啥都听不见，哼，骗我！有人都问我山东哪儿的，我山东潍坊的。来吧，那个大家能帮我选一下第二支舞，然后屏幕下方我的心，我的心现在是500多颗，就是咱们家哥哥们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心再往上走一走啊？然后把你们手中免费的小花花什么的，咱们都送一送，好不好？然后选一下第二支舞，诶，镜像换过来，现在能看，哎，还是怎么还是这样，现在可以了吧？第一个风月跳完了，第二个二或者三，二是走江南，三是江将，来，现在请场控二三扣二三，已经跳过了，现在选二三，准备，二三。现在请产后宝宝帮我进一下文字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定。辛苦先生了，然后我看到的是三，是不是三？那我就给大家跳，直接跳三吧，好不好？跳三，行。我的心，哥哥们再帮我往上点点，谢谢。Sorry.
你们不要再老说我的眼睛是牛眼睛了，好吗？好吗？嗯。然后大家，那个没有点我直播室通知的，点点直播室通知啊！又开始听不见，又开始说我听不见，你们真厉害！然后现在是选衣服的环节，还有一分多钟时间选衣服。然后我刚刚忘了写在黑板上了。其实我准备那个裙子是一个皮裙，然后上衣，然后你们现在帮我选一下吧。一是一个绑带的，棕褐色的衣服，第二个是一个蓝色的细吊带，你们想看什么？那个细吊带挺好看的，然后你们要不要选那个？一是绑带，二是细吊带，好不好？你们帮我选一下，一是吊带，二是二，我看一下屏幕上哪个多，我就选哪个了。啥也不穿，啥也不穿，你们能看着我了吗？还啊？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？那行，我一会儿直接穿二吧。就那个细吊带，蓝色的一个吊带，然后底下穿一个皮裙儿。因为刚刚有点时间的匆忙，没有写的。然后最后一个舞是走江南，我这给大家跳了，然后大家记得点我的关注啊。然后麦序上的主播别忘了，一麦是我，二麦小四的桃，三麦若飞，把我们三个的那个关注来点点。